七里，哦，他们讲要怎么对这边台湾人的日本兵、国军、解放军，完全无概念，那台湾他保护应该是去做两边啦，哦，还有什么建哪个去做兵，哦，啊，甚至问他安全，这种代志，其实较简单容易处理。我相信他们做这行唔知啊，啊唔知咪在怪，大家唔知。这就是今日希望讲啊，借这个机会来遮啊，提一寡问题，啊，让大家了解以外呢，会当引发较侪人的讨论，吼。啊，咱常常在咱面前，是咱的过去，认识这块土地，还是有什么代志，尤其高雄，吼，哦。我里个活动的。简要的说，高雄是一个政治历史是应该是高雄城市历史的一部分。讲不开也好讲，战争历史是高雄这个工商城市的一部分。虽然它现在走向好像是文化走向人权城市，但是没有关系，这个是我们用现在的角度去定义它，历史还是存在的。它的战争历史不是只有日记。战士，包括整个大高雄地区，在战争南京准备所有的基地、港口，那遭遇到轰炸，那战后呢，这个台湾几个日本兵回乡，从各地，从海南岛，甚至从中国各地，那日本的这个日本籍的居民还回到内地，当然最近很。他的名字是什么？官僧。其实他的历史上一直存在，可是我们最少到今天才知道，才比较多数人知道。从这些例子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说，其实叶管卿的历史，它往往是讲好听是时间沉淀，而如果讲不好听，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不负责任，因为把过去一直摆在那里，然后等到时间来不及了，想要抢救。有时候都已经来不及。我想，有关二战前后这些幸存者，我们说战争的活下来幸存者，基本上都是处在这样子的状态。那幸好台湾在这30年的民主化前程，那我们呢能够更清楚知道。那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也常常期待说。可以给这历史赶快写入教科书，这个也是诉求之一嘛。啊，其实教科书要讲的事情太多了，往往都两句话带过。所以今天很感谢大家来这里，把休假的时间留给自己哈，来认识我们过去的历史。而我为什么用战争历史遗产或文化遗产来谈？题目看起来很正式哈。纪念馆的战争记忆文献，这个题目跟他的像硕士论文哦，然后副标是谭喜昭龙的文化遗产，啊，这个是一个概念的用法，那为什么用这样的概念？等一下我会慢慢说。其实我要谈的是比较跟我们，现在的人要去认识历史比较切身的问题，好，虽然我们刚刚讲了。我们这个社会可能对过去，尤其现在正在谈转型正义，一直把焦点放在二八白色恐怖，甚至原住民。但是为了李翔和原住民的议题，一下又要拉到500年前。可以说，台湾的历史500年来是由南岛民族在这里居住，然后呢，500年前开始有外来者，所谓的 outsider 进入台湾。那我们的教科书只能讲说，荷兰、郑成功、大清，这个日治，有时候还不能用日治，过去啊有段时间用日据，啊，日本占据。那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去定义过去的历史的阶段，根本你要深入的去了解并且反省历史。那可以说在战争里面呢。没有先来后到的问题，各个族群都在战争的冲突中
遭遇到不同的生命故事。那我们对这些教科书里面的叙事，或者是说我们能够看到的战争有关的书籍，其实还是有限的。所以因为这样子，我也不觉得今天人很少，今天已经超过十位数，我觉得已经达到两位数以上，已经很多了。重要的是我们今天来是想要知道什么。那我今天的重点不会是在历史的事实，或者说我所知道的历史，因为我对历史的研究没有那么深入，我比较从我自己的经验，参与台湾的各种纪念馆。那这些纪念馆都是晚进的，现在想起来还蛮幸运的。我参与了台湾第一个，应该算第二个，但是真正第一个是在台北的228纪念馆，从头到尾，前后参与三年。哦，我更深入的去认识228，我更清楚知道说我的业务屏东人，他也曾经去当日本兵，可是呢，一直到他过世，才发现说他有一个体袋里面呢，藏了不少秘密，在我看来。可是他走了，都不知道这个东西要怎么解读。一春吉卡杀的人，他有一个背带是皮的，皮带，然后大概就是我们 A4 比 A4 大的一个皮带，大概这么厚。那皮带里面呢，有他们那个小队的名称，还有其他的一些文献。那时候我正在整理228纪念馆，我就把这些东西呢，透过我太太那些兄弟同意捐给228纪念馆，所以现在在228纪念馆，大家可以看到一小部分。那他人走了，我们也不知道他到底他的战争的经验是什么。那知道说他们的兄弟有一个在南洋没有回来，那后来就会渐渐了解说，哇，好像很多人在战争中没有回来，但是这个故事都没有人知道。那因为我从事228纪念馆的这些规划设计工作之后，2000年我又参与了立岛人杰园区的规划，是从这样子的工作中去认识历史。当然本来也对历史存着高度的兴趣，也因为这样子认识了许先生，就是在他代表228纪念馆的时候。那今天我们分两大部分来谈，第一个呢，我会用 PowerPoint 的，等一下是不是在说明 PowerPoint 的，只是说从 PowerPoint 的里面有限的我快速整理的资料，我刚刚就看了楼下的，其实有更多新的资料出现，包括书籍的出版。那下半段呢，我想我先讲一下我对这个题目的一些看法，那各位如果随时有问题呢，也欢迎提出来。协会在 FB 的公开演讲有 po 文的，那我就简单的写了一些我跟许昭龙的最后没有打通电话，我没有打电话的那个情况是跟他有关，因为他曾经在立岛将近10年，在立岛应该不到10年，还有他还有在太原迁移过那一年就是2008年5月20号我们刚好在火烧岛办完白色恐怖的年度的重要活动，因为5月17号是1951年5月17号第一批政治犯被送到火烧岛的日子，所以现在几乎延续每一年都为5月17号在那边办活动。那我就一直很纳闷，好不容易起先说要来啊，这一次后来没有来，那因为他办活动前很忙，然后也收到他的信。那个信读一读，我觉得我的上怪怪的，但是他给我的信好像没有那么白，写得那么白。那我那天5月20号从立岛坐船出来台东，然后坐飞机好像也不行，也有问题，要坐火车也有问题，一般都直接就北上。那我就想说，那我往来高雄坐高铁上来。大概在傍晚的时候到达高铁站，哇，我们跨了高铁站，那么多情报人员、警察，
那天发生什么事？哎，那是新当选的总统马先生要来高雄办国宴。我们不能说直接了，但是这个都是引发许仙呐的心情的一部分。那他没有来，那我们看他到底这样子，电话还是迟疑的，要不要打？因为会经过屏东嘛，又到了高雄，他就住高雄，啊，屏东是他的家乡。那回去到台北大概九点左右，就接到消息说，哇，自焚，啊，在战争公园。走了，用这种方式哦。那当然，我们谈到的事情，你会觉得心痛以外，现在来谈，当然最重要是说，我们到底能做什么？哦，那今天主要就是来谈说，我们来做些什么呢，能够比较让人家感动，去记得这些历史的故事哦。我想我的重点在这里。那为了许仙，这样子的决定行动，那刚好有一个机会，在2011年去京都啊开一个国际会议，那里有一个组叫做就是纪念馆，纪念馆啊，今天等一下我会再更多说明啊。啊，他们在日本，他们用和平博物馆来设定这样的议题啊，那我就写了一个东亚和平博物馆和文化记忆，好像跟今天也有一点关系了哈。许仙是其中一个例子，就是我们来看看。那个时代的台湾人、日本兵的所谓“日本精神”、日本精神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虽然是论文的形式啊，其实我要讲的是说，纪念馆如果更深入历史去了解一个一个的故事的话，那一定可以带给观众更多的感动。那这个是纪念馆当下的任务。我的理解是，这种尤其二战之后设纪念馆啊，基本上它不是在纪念过去而已。当然，纪念过去是排在第一位，因为各种不同目的纪念这些人。但是它更重要的意义是说，不要忘记；更重要的意义是说，要怎么去记得，这个才是纪念馆根本的任务啊。因为台湾这些事，在我来看都是新的事情。纪念馆闹这么新鲜，那是不是新的？但这一类的纪念馆本质上它就是新的。那我们等一下就慢慢来理解啊。那一个论文里面就写到说，除了日本精神以外，对许仙来讲，他说他有四个祖国。我们现在年轻人怎么可以理解说上一代的阿公，他说他有四个祖国？那到底是哪四个呢？我们怎么样去了解？所以我现在先用 PowerPoint 来让大家有一点视觉跟空间时间的了解啊。我里面不会做详细的说明哦。那我们大概可以感受到，大体上不是很准确的时间，都跟解严前后一直到今天的台湾，所有一切纪念的事情。不管你设纪念馆、纪念活动、纪念日、纪念仪式、出版，我们都可以用英文的一个字来把它总括起来。当然，这个是研究者自己这样子来称啊。不过大家如果通用就好。这个字叫做什么？翻成中文就是纪念化，好 ，memorization 好。啊，或者是有人用动名词的方式，就是 memorizing。这是纪念 ，memorial， 跟加动名词化或者是名词化啊。那你从这里看到，就是说解严之后，在这些纪念过程的纪念化过程呢，我们呢事实上是在不断的去找寻各种到底我所知道的战争是什么。那对我们找到的对象，经过战争经验的人。这个就是他的战争记忆，我们在记录他的战争记忆，我们在展览他的战争记忆。那第一页大家都在高雄都很清楚啊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旗津的纪念馆，非常小，是我看过全世界最小的战争纪念馆。
啊，没有关系。啊，所谓没有关系，不是说阿弥陀佛，所谓没有关系是我们要认知说他是怎么过程下来这个经历观，是旁边这个先生付出了人命的代价啊。那如果这样来理解这个纪念馆，就显得很可贵，我们就必须更重视它哈。那大概我们可以说呢，真正有战争展，大概是1997年。各位有知道更早的，可以告诉我，在228纪念馆办了一个台湾人的战争展。这个就是说，当你在做228纪念馆，你发现说这些228受害的都是战前都已经在社会上有地位，然后他们在战后的时候为了处理台湾的这种混乱，那都在那一个1947年的228时候呢走了大部分，所以我才有人说228被斩除了台湾的一辈的精英。那统计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基本上大概都在40岁上下。那我们在讲228的时候，要不要讲战争啊？要不要讲后面的白色恐怖啊？这个都带来新的问题的挑战啊。那现在的228纪念馆从2011年改变之后，没有白色恐怖的展览。他说那个立陶、集美、人权园区有白色恐怖的展览，啊，这边就不用。啊，这个好像也是道理啊。啊，可是这个实在是大错特错的道理。其实我们要纪念的对象，我们就是要知道前因后果。所以当时1997年，后来98年的228战争展，就是从战前，经过战时，战争结束，台湾到底发生什么状态的变化，发生了228事件。228事件之后，经过漫长的白色恐怖，然后怎么样子有平缓运动，改变了我们去认识历史、去了解历史这样的机会哈。那也因为228纪念馆在这种情况下设立了，所以我们就开始筹划未来这个纪念馆应该要累积什么资料。那台湾人的战争呢是跑不掉的哈。那我们这里看到这个谁是谁？这是吴伯雄的伯父之一，好像已经早就知道了。好，那到了1998年呢，228纪念馆的常设展已经改变了。当然你现在看不到，因为2011年又改了，就会有两个部分呢，就是战时体制，这是战时体制，然后用研报来象征战争结束。之后呢，就是战后回乡啊，这个就是在讲战时回乡。战后回乡的故事，那金武先生的一首诗哦，里面的照片哦，都是228纪念馆成立之后去做这些战争幸存者的采访收录的照片。好，那因为有这样的一次经验之后呢，2000年我们都知道在这边新的政府执政，所以呢，很快又办了一个。在高雄博物馆就办了一个战火无声台湾人去打仗啊，这是2003年。哦，我来到博物馆一看，400年的战场，怎么办？不是钱不够的问题啊，是哪来那么多东西跟资料来办这样的展？好险，通过很多种管道啊，找到这个人特别啊，我们要记得他的名字，川岛基穗，他是武冈人。知道他有很多东西，然后呢，把他的东西几乎全部借了，为了东西进来还麻烦了。这个到底是不是文物？这可不可以从日本出口，跟台湾进口？啊，这个还有一番的这个协调。不过最终你看，他的这个都是他的东西，他还在那里呢，还在风风补补哦。那左边那一张是我带他去。总统府当时呢，总统府里面也有一些展览，这个是刚好在有关战时的部分啊。那上一张照片我们也看到，就是喜昭龙先生跟当时的文建会的副主委吴景光
现在是现在是国史馆馆长啊，这当时的吴市长，吴秘长。好，那这个场地其实很大，但是也很有趣，这是个挑战啊。所以我们入口的地方呢，就有三个不同国家的领导，放得特别大。那一天开展的时候，刚好一个战争的幸存者，就这个人，他的手臂是在战争阶段。这张是阿考的照片，当时我拜托他来拍哈。那等于这个场景呢，就是从为什么台湾人打过三统战，打过不同国籍的身份的战啊、哦？那这个就是这个提出这样的疑问，他是用视觉啊，不是用文字来提疑问。那这里面大概因为川岛先生的这些展品啊，丰富了这个展场啊。那后段呢，我们就在看台湾人曾经当过中国国民党的国军，当过被俘虏，当过解放军，甚至有的送到韩战去打韩战，啊，有的人也在韩战打回来了。好，这本书里面就有一个例子。那最后这边呢，喜昭龙先生怎么去开始找这些幸存者到中国去啊的故事？那最后的结束就是战争幸存者的一些故事啊。这是当时的，也可能是台湾第一个比较完整的。有关战争展的一个小手册了哈。当然，在1997年，陈秘书为了当时1997年的展览，也出了一本采访的书哈。啊，看这个手册，我们可以很快的看到说，它的大致的整理的先出现哈。台湾兵大事记，台湾人做日本兵，台湾人做中国兵，哦，啊，为什么去做日本兵？各种状况，啊，是什么样的日本兵啊？讲到这个，如果很快要跳到现在这些所谓的文化遗产，它也可能是具体的遗址。像如果下次上去要去安平，可能你都不会注意。你去安平，你还看到中国玩那一堆崩了。然后有时候市政会写说这个是啊明清墓园，明朝清朝的墓园。那明朝清朝墓园吸引力够不够？我不知道啊，这个要问那个游客。那这个明清墓园里面有一个很特别，就是这个，很容易跑，就在安平的天后宫的正对面，是政府后来也弄了解说牌，齐天大师弄解说牌，那里有五只四方形的，就是日式的那种墓区的墓柱，那个就是白旗碑，为什么？因为安平地区的年轻人是第一批送到上海的金属。像这个我们都一步一步去了解，就会觉得说哦，战争的实况不是只有在战场，到底台湾人用什么方式、什么身份去打什么样莫名其妙的战啊、哦？那当然，开始去参与日本的战争的时候都是金属身份啊、哦，啊，直到1942年才有所谓的志愿兵。到战争快要结束之前，1944年才是真正的征兵啊、哦！那这是因为殖民地身份，日本还是不相信，挥我同族要来当日本军人啊、哦！那当然，战争里面也有所谓的看护啊、哦。那高山勇队一直是被忽视的一块啊、哦。高山勇队一直在南洋战争呢，有很多传奇故事。我刚刚在下面也看到啊，西记好像新出了一本啊，以高山为主，是不是？好，那在去打这种战争呢，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？这里也没有办法说的很多了啊。那我们知道战后回乡，我2年前采访到一个故事啊，听的实在更离谱。那个奥利桑是白色恐怖，也被抓去关在绿岛。他跟我说，桃园八德乡他们那个村落，一个附近啊，
大概有三十几个人去，他回来呢，我忘了，他抱着六七个骨灰回来。那我想他的心情错综复杂，就像这种画面。他说他抱的到底是沙滩上的沙，还是真正的骨灰，他都有很大的问号。哦，那我理解了。你想想看，他在星期内啊，没得吃。哦，其实，在星期内啊，根本不是在打仗，都是在躲战争、躲轰炸、躲美军的这个轰炸，所以在丛林里面呢，活了好几个月哦。那很多他的同村的人呢，都死了。一般最知道就是说，战后呢，海南岛要回来哦，事实上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，因为什么？不是光顾了吗？台湾不是已经变成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吗？那台湾台籍的日本兵在海南岛的遭遇，看到波浪啊，你已经不是日本人，中国人看不起你们这些受日本文化的，还来打仗的，还来跟中国打仗的台湾籍日本兵的，好、哦，那我想这个最有名的就是还现在还活着的黄金岛啊，还有写一本书。那这整个手册呢，最后有点到就是战后呢，哇，战争还没结束，国共内战又起，又要去中国打内战了。那我刚刚看了这个陈正章的故事在下面也有下面的展览。那这里展览的最后就在提出说，到底这一场这么多战争，台湾人到底在打什么仗？那其实你看到这张照片哦，这个就是1997年展览采访记录的照片。这种照片大概也绝无仅有，潘晓霞拍的，一群幸存者通通断手断脚。那我们出了解严之后呢，有时候历史啊不能只看我们自己，还要看邻边的国家，尤其日本曾经是殖民统治我们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，有一阵子的那个，因为这个金饷的问题，战时金饷问题，日本的在台协会呢在台湾登了很多报纸，就是请你来申请那个当时没有还你的那些储金的哈。像这个都是战争之后过了几十年遗留下来的问题。那最后当然就是介绍许先生啊去中国找日本兵。那最后的结尾就是做自己的主人，荣耀自己的国家。好，那之后呢？因为首先在旗津这边设了战争游民公园，那之后在民进党执政这有几次的这个设各种。不同意义的纪念碑的活动啊，那我们看到右上角最左边那个，应该就是许先生。